买点释迦，还有红心火龙果。早晨起来去吃早饭，这是人跟狗睡在一起，互相取暖。在一星期过生日，给自己买个生日礼物吧，去试一下。天百万，打折，打完折6300，300人民币，给自己买个生日礼物。哥们开心，吃完饭了，买了一只烤鸡，晚上吃。晚上有事儿啊，买一只，再买了一点中国米回去熬粥，想吃大米粥了。尼泊尔这个米熬粥实在是，不说难以下咽吧，就没法看，清汤寡水的，粥是粥，水是水，不稠。晚上去吃饭，看看今天是谁招待。啊，晚上有点凉啊，尼泊尔人都穿羽绒服了。这警察是干嘛呢？ Hello。 简简单单，折耳根火锅。你尝一下。这是在煮好的，在酱里把你腌着拿过，我就用在调料给你煮。这是啥？三味道好吃吗？啊，卤水，牛肉拼盘啊。对不嘛？鸭子就鸭子腌100味。腌半味。黑猫，没尾巴了，真胖了，估计得有7斤了，变成宝了，像个小黑豹似的，肉可结实了。这是打架打的吗？这么多帮。出来，来机场接个人。出来，来机场接个人。新加坡航空的空姐出来了。身材真好。走吧，往那边走吧。今天吃的饭都力气都用在这上面了。走吧。你帮我推箱子吗？我实在推不动了。这个箱子重的。你猜多少斤？多少斤？你猜。大概28公斤左右吧。多少？但是我的重量只有25，超了3公斤。罚款了吗？没有。然后就说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拜托拜托，然后好，就这次啊。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哎呀，早晨打车去坐大巴。
又坏了，轮胎可能有问题吧，那得换轮胎修一修。福建挺热闹，这老外彪呼呼的，这么冷还不知道穿多一点。尼泊尔香皂我不知道洗了个啥，洗了个寂寞，油也没洗到。尼泊尔香皂洗过呀，挺好用的。是吗？啊，那这现在洗不掉啊。那洗粑粑的。哎，你真恶心你。是吗？这就是以前我们总来的咖啡厅，路边的。折腾了一天，我的应该能看到啊，能看到。嗯，那嗯，再来公司看看，这风景好吧？嗯，好。嗯，在上面可以做个 BBQ， 员工聚餐。嗯，中午下班了，尼泊尔人叫我们去湖滨区吃午餐，老高不吃。去骑摩托买材料去了，走。哎，那业务呢？业务他不去，他不去啊，他不去，啊，自己解决，啊，自己解决吧。